出了一点意外，对，按要打魔物的 HTT 网络爆炸，然后江江跟杰超没出现，我可能换游戏玩吧。有节操。我有玩过 DBD，有啊。马棚，他上班。我靠嘞！所以你有要练吗？还是今天就算了？都行啊，我等下不还是想，都行啊。我可能如果没有练，我可能要求去打游戏啊，有什么？是地图啊，那个新地图。好，那你去吧。那你找烟硝他们打。对哦，我之前开，今天开了一次，发现那个麦块的模组好像不能用。哦，正常啊，就更新了不是吗？对啊，我把它砍掉。因为麦块模组瑕疵很多欸，爆但头重点判是，定都很怪啊。今天星期五啊，朋友，可是哎，我本来已经取消订阅，结果他跟我说还是不行，我直接去他的那个档案夹，把它砍掉。啊，那你去玩吧，我换游戏。什么樱花卷？樱花卷是什么？什么樱花卷？我要改名称了。编辑标题，没有，不知道玩啥。祭典票，你说猎龙的哦？那个票可以换衣服啊、装饰品啊，有的没的啊。看看我换游戏，我换游戏，我来玩一个。一个之前玩又删掉，玩又删掉的游戏。游戏，对耶，这个游戏我还没开过哎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不然玩这个好了。你开聋了说，不是啊，你开聋了两个，再加你一个也是三个啊，三人打四人血量又有点久啊，好呀，好大声。
生来源特定。干嘛？什么？有了有了有、哦，好亮哦！然后你们最爱看这个出现了，哦，这画面好白哦！嘿嘿，然后调一下音量，混音装置。冲击跑步。哦，会。好嘞。干嘛？嗯，二键用会咬东西，可爱哦、喔。Ctrl 加右键，哦，哦，这样是不是？哦，有点。嗯 ，Ctrl D， 但太白目了吧？这就是我会做的事情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嗯。哦 ，Tap 可以看任务，进入花园让园丁人花园进入、欸。我是真的都没有看过人家玩过这个哎、欸，就想说这个早晚会玩，就不去看。找钥匙是不是？先找钥匙，哦。凶你哦！
快快快快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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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来不及。等一下，有蚂蚁在我手上爬。我知道啊，啊，重点是我要去拔萝卜，他就冲过来，我不知道怎么弄啊，是吧？嗯，有什么任务？偷园丁钥匙，让园丁戴上这样，然后把子。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！玩？干嘛啦？没被凶过？不能遮阳帽，遮阳帽。哦，是这个吗？都水中。好可爱哦！啊，你看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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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遮阳帽怎么戴？拔下来。你是要来不？哇！诶、欸，
二氧化吗？三明治。不要啦！野餐，野餐东西在哪里啊？嗯，哦，这里哦，哦，好，我叫边缘霸。应该要把边缘 buff 打开吧，总是关掉。三明治啊，这不是吗？那个是不是？这么贪心。我降保温瓶，收音，保温，啊，这通通被他收回去会哭哎，妈，没有啦，这样。跟那只猫一样，做错事还要在那边叫，好像你做错事一样。麻辣，啊，遮阳帽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这个是什么？砖头。啊，遮阳帽是这个吗？扣，我帽扣不掉、啊。没有啦。没啦，没有，你没看到，啊，咬你哦，
能要不是布布不会讲话，那他也是沿路跟着叫。播音机也太累了吧！哎呀，我好可爱哦！收音机，篮子，篮子。遮羊帽怎么遮啊？是把他的，他把他的什么东西用掉啊？帽子用掉。嗯，感觉是呢。但他，不对啊。他低头的时候，把他帽子拿掉吗？干嘛啦？我们要做坏事，你赶快，你去做事，去做事。你吃不要这个东西，我去帮你拿，我去帮你拿。那这个对不对？帮你拿来。我是乖丫丫，我是乖儿。哎、欸，阿郎嘞？这里，你吃不要这个。我是乖儿哦。我猜错了。不是啊，啊你不是要这个、喔？你大家干嘛？你搬花盆不用这个，你用手、喔。你到底要干嘛？你要怎么帽子要怎么用？戴上去，哇！我以为我会死掉。你看这白痴，现在才要这个东西，我刚拿给你，不要，生气。打开饮料。他把花移过来吧，所以他应该会弯腰。等一下，是哎、欸、是哎、欸，快生气赛！哎、欸，没有啦没有啦，
他说遮阳帽啊，哦，啊，应该是啊，可是要怎么用啊？啊，这是花时间的，他比时间呢。没有啦，你没看到啦。干嘛啦？我隐身了呢。好难哦。我这游戏只要白目就好，没想到这么难。我现在在扮演这座，什么花啊？好像那个什么百合的，又不是百合。来播个广告，回来。你好，干嘛啦？你的帽子啊？管理量吗？哎，会不会其实这游戏很简单，我把它玩太难？就刚刚像这个拿下来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他低头我也拿不到他帽子啊，没有那个，没有这种光圈。边对，地上这个，要记得。哦，有机会了，他要去哪了？这就是我会做的事情啊！阿布，我成功了！阿布，我成功了！我又失败了！我以为是把帽子偷走，然后藏起来之类的，他拿不到了。
没有，我们要干嘛？慢来，不要，不要，菲利亚，救命啊！我抢到，我抢到，我抢到啦！光宝石，厉害，你来啊！我不能来这边，不能来这边。哇，太难了吧！回到大拇指，看这太白目了吧！等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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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吹啊！Easy。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我的，那是我的。我放桌上，哎呦，没有。哦，坏掉了，他听不到声音了。欸，耶，yeah， 跳成就。欸，都解完了。耶，yeah， 花了半小时完成这个。喵哈，嗨，喵哈。你今天没开台哦。要隐藏成就，哇！嘿嘿，光宝石，快点快点，我要抢到了，我抢到了，我抢到了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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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瞬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的普通，你原本的帽子在那边。要带哪一栋？晚点健身环，哎呦！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哦，很深欸，这里。白痴哦！哎，在找什么？
长成就没全部碰到，哇！要二刷的哦，够累哦。先进去，先进去，先进去，一人。我剑雀胆你啊！王宝石要掉到中间喽，没好了。王宝石倒数十秒，干嘛啦？没有，没有。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咦！不要！哎，你作弊！有人呢、欸？什么游戏 ？U 什么？Steam 有特，现在 Steam 在特价啊，就是扮演一只处女座的鹅。进去吗？这关破关了吧？我不知道啊，没玩过啊，就绕绕看啊。因为他说会有隐藏成就啊，找找看、啊。奶嘴瓶耶，不适合我们这种可爱的东西啊！不要这个，他结束要怎么离开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们是婴儿。来的。我开的那个门，你是说刚刚农夫撞开的那一道门哦、喔？啊，原来真的那么简单哦、喔！我以为更难一点点。哎，去喽！开关。都锁起来。欸、用手板应该比较好用。哦，我虽然有点晕欸，我的天。把男童困在电话亭里，让小孩子戴错眼镜。
还是这样，太错，打坏哨子。这关是霸凌的，哇哦！我根本天才嘛！天啊，应该啦。说什么？让人买回东西啊，有点难呢。买回自己的东西是，会痛，会痛，会痛！我不当鹅太可惜了，干那边对。吗？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我有武器了哦，我有武器了哦。看到眼镜了，看到眼镜了，得得得得，引过来，哎，小男孩，就交给你。群棍，你困就。是我的，是我先看到的。哦、什么？放电视去购物，放进篮子牙刷。哇，有点难呢。篮子是这个吗？没看过鸭走路哦，没看过鹅走路哦。
然后嘞？怎么可能都放得下？骗我！我没有头绪，不要问我，我都没看到。带错眼。我再次不一样。男孩在哪里？拿枪哦，有没有那么夸张？哎、欸，好啦，那个不用剧透太多，拜托，不用剧透太多，没关系。你这样子只会增加减少我玩这个游戏的时速，缩短它的寿命。哎哎哎！给你啦，边对不对？干嘛啦？我怕我们合伙好吗？一人一半。哦，把他赶过去是。喂，哎，有没有看到飞机了？有没有看到了没？西巴托哦。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阿伯，他偷东西。哦，没东西哦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这好可怜哦，这已经过有点霸凌太过头了哎，天啊！干嘛啦？哎，我帮你赚钱呢，哇塞！然后把棍子叼走，快走！再不走，等下就会再付一笔钱买回你的飞机哦。
看你怎么嘟我，太嚣张啊！干什么？我是想看戏哦。他钱太多了吧？是不是可以趁现在偷东西？过了。白痴哦！快跑哦！好，写作业，拜拜。好像不需要这个东西，但还是拿回来了。欸，水果的书卡清洁剂是罐装食品牙刷，罐装食品是什么？罐装食品。欸 boy， 你的飞机啊？哇！我看到了那个、哦，以为我走了吗？等一下买东西，等一下去买东西。牙刷是梳子吧？哦，这么高哦！阿姨，他要偷你的飞机！哎呀，阿姨，你飞机被偷了！他不结账，来找一下喵哈说的牙刷哈。干嘛啦？我们很乖，也
等一下，我好，我去拉客人，我去拉客人，我去拉回来哈。少年，你有梦想吗？原馆八五折哦。牙刷？不，牙刷不是牙膏哎、欸，我刚刚有看错吗？陶瓷娃娃，什么陶瓷娃娃？干什么啦？我才刚把客人拉回来，你……哦，我真的不好，不想说你。现在肚子其实有点饿哎、欸。牙刷哦，不是这个吗？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来了！大客人而已嘛，我来，交给我。没进去过哎。只要可以快速转弯，哎，什么叫可以快速转弯？把我赶出来，你进去。你钱真的很多哎、欸，要打电话又要买东西，好可怜哦。哦、我在想怎么上电视哎、欸，按这个吗？感觉是把电视关掉啊。哦，我要宣示主权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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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。但是戴错眼镜哎，我们先去解那个好了，我们先去来找牙膏。牙刷啦，你都讲牙膏，那怎么切视角啊？有人知道吗？转弯奔跑，视角固定数什么意思？他刚好说切视角啊。
喵哈一定想说：“可恶！”喵哈力推，没有，因为这个之前在另外一个平台上啊，啊，然后又很想玩这个，啊，现在 Steam 上了就赶快买来玩啊。喵哈有没有讲“可恶，你居然找到了”之类的？啊，剩眼镜了。各位安安，新任务，把店主放在车库里。店主是谁？啊？车库？不用，等一下，有车库啊。好了，我这个真的要求救了，要怎么戴错眼镜啊？我只要求救这个而已了。不是你要想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不用求救了，不用了，我知道了。别戴哦。哦，不是他刚。我以为他刚刚眼镜拿下来，哎，输了，感谢，但最后是靠了观众。哎，你总出来了，你要再关一次吗？小男孩，等一下哦。哦，你们应该知道我要干嘛的吧？游戏果然需要很鸡掰的人呐、啊！快来救人的啦，救人啊！哎、欸，救人啊！不小心的啦。好啦，准备播广告咯。哎、欸，那可不可以把他们两个引进去？
我试试看哦，我觉得很有挑战哦。没有哎、欸，要走这边呢、喔。打眼，我进来好了。好啦，出门就播广告咯。出来耶、yeah, 我先进来的，没有，我先出来的。好啦，播广告咯。我觉得我坏得很棒啊。你看这游戏。谁能想到要把小男孩也困在里面？他只会卖掉了。好了，走喽！啊，我要去拿我的奶嘴。奶嘴哦，在这里。哇！额外，什么东西？哦，所以现在是要下一关。哇，这也要去爬文吧？啊，爬到文还要自己有能力解完呢？你怎么出来了？抱歉啊，慢啊，九六。我看今天还是到十点好了，反正不对，我看一下哦、喔，隔壁的好了。好，我要看死哦，我在看那个 DC 他们聊的怎样。我如果要猎就换猎龙，如果没有就是到十点休息。没有。
不太喜欢他这样切视角，会晕呢、欸。是哪里？哎、欸，农夫，农夫，我回来了。这么重？好重哦！阿伯救命！你的菜被偷了，阿伯，阿伯，这样，现在不是鹅在叫，现在不是鹅在叫，现在是浅浅在叫。帮你拉拢生意哟、哦！我擦！好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不拿了，不拿了，不拿了！啊，点到失聪画面了！不要卡我，拜托！拜托，我很想走，我也很想走。哎，农夫关起来，好哦。农夫，农夫，你在哪里？我等一下把里面所有能关的 NPC 都关起来吧。
没有用哎、欸。我看到有人讲了一个很鸡掰的，我就好奇想试嘛。好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下一关下一关，一关玩30分钟差不多哎、欸。就老板要先看到萝卜，所以要分两趟，是不是？算了、啊，那个，我们没有必要解，先下一关吧。开门。是什么？蝴蝶结。靠，等一下该不会说什么要收集什么奶嘴、婴儿瓶、娃娃之类的吧？不要啊！嗯，回到这边了啊，要往哪边走？对啊，门都开了。我走反了，我刚走这边下来啊，啊这边路都是关起来的啊，这边是刚走过来的东西啊，然后这边是往农场嘛，然后这边是往农场的另外一边啊，哎、欸，农。感觉要来骚扰农夫了哎、欸！声音消失了，不是啊，是现在刚好没声音。钥匙太北区了吧？把钥匙丢下去了哎、欸！哇，怎么办？你现在很生气对不对？我也很生气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想要丢苹果而已。
怎么办？我也觉得那个是重要道具。是我总该，好吧，不可能。哎呀！有了，不要不要，吓死我！那什么，美人鱼哦。意外，意外，意外。女的喜欢男的哦。我不知道装这个到底在干嘛。为你半身像，这个啊，
帮忙啦，我会画画，我会画画。这个鸭子一脸很开心的脸，我的天啊！半身像是这个吧？怎么不是嘞？不去了。哇，这边卡好久哦。哦，你注意到了，来来来，修剪修剪。借我过啊！我想过去。用一个文胸画装拖鞋衣服。快肥皂，那这边洗吗？不像啊。你知道，刚讲完你，不了隔壁了欸。没反应了啊啊！不是，它的画面会一直抖来抖去，我很难控。看起来很晕。他没反应耶。从这边开门，夸张。
是 bug 吗？你要怎么过来呀？你要怎么过来呀？你要怎么过来呀？让我过去！我好不容易才过去的，让我过去！分洗衣服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这边洗衣服比较好哎。在知道怎么回来这边之前，我就要这样子慢慢摸了，好恐怖啊！30分钟要进广告了，要进广告了，小远准备进广告了，再偷一个袜子要进广告了。算了，先进好了，他在画画。外国的庭院都这样啊，因为我国外地大啊，台湾就地小啊。没看到，Assassin，这拖鞋，拖鞋是他的吧？
没事哎，那我去肥皂，不是啊，不是那个捡肥皂，我去偷肥皂。哦，在，哦，好难哦，大家都好难哦。我要敲另外一只脚啦！啊，我们来找门吧。我有东西丢水池，不可以呀！啊，只是我怕我过去就回不来啊，所以我很怕啊。松鼠哦。好，就晚安。隔壁那女的就对这男的一定有意思啊，他家一定一大堆那种偷拍照片贴在墙上。他哪天拿男生去他家做客的时候，带他去房间，就吓到，就发现这男生也都在偷窥他，然后房间都是一大堆他的照片。赶紧再看一次。所以说这边喽，这门是不是还要从另外一边开门？耳朵好痒，挖一下耳朵，我把它套一下耳屎。你们要知道啊，我是不知道你们在教，应该说好心跟我们讲说怎么破这样子啦。但是很多时候，一个提示可能会缩短这个游戏5分钟的寿命。就比如说，我找一支笔，刚好喵他说找牙刷好了，那个是我刚我我我正是刚好是在那个垃圾桶翻到啊。啊，如果今天是你们直接跟我讲，啊，垃圾桶里面有那个牙刷的话，所以我找牙刷的这5分钟的寿命就没有了。啊，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那些好心
可能就是鸡婆过头啦、啊。那不是好，你用讲也没有说不好啦。哎、欸，干嘛啦？诶、欸？原本放那边，啊，放这边什么意思？我是要把能拖的东西拖进去吧，我的天啊！呀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这是我的。打破漂亮花瓶啊！嗯，除非我求救啦，就是我要真的放弃之后再跟我讲啊，不然你们一直打，其实我相信呐、啊，我的 mod 也是觉得有点看不下去啊，但是又不知道说我的底线在哪里。掉，不知道怎么打破。看到了哦，带是什么？我是想问这个意思，带是什么东西？带上丝带，该不会是这个吧？哦，哦，不是我，是那只鸭子。哇，可以伸懒腰了！哇，这漂亮的鸭鸭，能让人修剪，神奇玫瑰，
浪，漂亮丫丫哎、欸。哦，到了。嗯，他应该是想要赔罪吧，然后我要捡这个过去给他。差一点点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干嘛？我的，要发现了，还是我们走这边就好啦。绕一大圈，白眼。点，想赔罪，快点！你要用丢的哦、喔？哎、欸，什么都用丢的哦、喔？哦，这样子啊，咔嚓咔嚓，接下去，接下去，你们互相得罪对方，看戏喽。来看戏吧！但他丢了一大堆东西回来啦，他整理一大堆。那干嘛？呵呵呵，就鸭子吃东西真的很可爱，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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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嚼很快。因为那时候有点考虑想养那个啊，可儿鸭，那真的太可爱了，肥滋滋的。有看戏哦，我不知道，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嗯，没发现哦。他生气了。要不要看你的玫瑰？送你一朵玫瑰花，你是
精髓不是他杀。我请走喽，谢谢。我的玫瑰。的玫瑰啊！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用胸罩跟你换，这样。对啊，这是隐藏任务啊。哦，那是这样哦。啊，然后嘞，还需要什么？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现在有灵感，我现在有灵感了。有了，我越来越强了，没事吧？杯子还他好了。还有你的杯子。用旅馆的大电视看台就是哈基哈喽，没有晕车啊。嘿嘿嘿嘿，嗯，你拆个帽子而已了。六，对对对对，复制上去，复制上去。他不要哎，他喜欢玫瑰，好吧。我叫吃虫有西瓜味，哎、欸，讲话讲话，好好说话哦。不是，他真的画面会跑会飘，我每次都撞墙，我气死了，我多气嘞。要讲谁嘞？酱油听我解释那么气，
我来啦，结束了，这关应该结束了吧？这样去，耶、yeah ！哇，十点了。我等一下出去买那个欸 ，Bobo 说的那个什么韩式酱味什么鸡那个，耶、yeah ！我们结束啦，这隐藏成就欸，嗨，什么东西？他就只是进去搞破坏而已哦、喔。这样，开门，对，哦，是这里哦、喔。看一下哦、喔，好啦，那今天先这样吧。啊，这个鹅下次再继续开来玩啦。不过要剪精华吗？我觉得感觉大家画面都好像也差不多，好像也差没有很多，好像差很多。好欸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好啦。明天礼拜六，礼拜六应该就真的可以魔物猎人啦、啊。啊，如果又失败的话，我们就再来玩这个。好啦，先这样啦，看一下哦。进入酒馆，破标吧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啦，各位晚安咯。嗯，好，拜拜，吃最后一次广告咯。啊，音量那些记得调小哦。拜啦拜啦。